好，诸位看这个44。这第44位《本草经》里面呢，它是白英。好，白英。白英呢，这种全草，好，这种药，这个根苗叶通通全草都可以用，味甘性寒。好，那这个我们使用的地方，我们用的不多，好，因为它的这些味甘寒啊，主好这个消渴啊，补中益气，我们消渴的药非常的多，好，所以白英进士用的比较少，好。可不可以用？可以用，好，到处都有，不一定要到四川，好，到处都有。但这个药用的不多，好，它是解热的药，如果有个概念就好了，好，有个概念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像风疹，好，小儿，因为它是味甘嘛，甘味的药性寒，好，还能够去所有的热病，小孩子的风热啊、发烧啊、风疹啊，风疹通通是热症，好，单独啊，通通可以用。